2013年圣诞节，按照惯例，身为村民的陈志明副主教每一年都会回到盐田寺，为村民和教友开弥撒，同大家一起欢度圣诞。弥撒前，副主教专登去睇下即将完工的盐田工地。咁我哋而家就企呢个位啦，系吓，咁就 means 呢度呢个，咁呢度咧就有啲水泵咧就泵过嚟呢一个。所以用水泵就唔系自然方法。呢个唔得，呢个一定要泵出嚟。我哋有三个泵，一二三。系 OK。咁然后喺呢度，然后就泵啲水过嚟呢度，即系呢个第一个。呢个一号池。咁然后就呢度咧就我嚟储噶啦，即系真系正式系嘅。系啦，正式系盐啦。咁喺呢度咧就可以啲。即系25至28。系啦，就喺呢度25至28度嘅咸度。咁我哋喺。有冇信心啊？有信心。谂住几时会完工啊？而家预计可能系2014年。2014年嘅可能讲紧新年前后啦，因为个雨水期影响得我哋好紧要。冇错，即系一月底或者二月初就可以完工。系啦，冇错。因为而家连今年12月都落紧雨嘅，变咗我哋。明白。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不能胜过他。反正就嚟下个月搞掂埋嗰个咩盐田复修咯喎，但我哋计划紧有一个成圣之路喎，将福星神父嘅生平演绎出嚟。特别盐田里边咧，当完成咗之后，我哋面对紧喺香港。100多万嘅學生，無論中學、小學，所以佢哋嚟咗之後咧，知道點樣做鹽嘅過程，真係經驗到呢一樣嘢。為佢哋嚟講，我哋唔係淨係鹽咁簡單。其實每一個領洗嘅人，我哋就係鹽啦。耶穌話：你哋成為乜嘢？地上嘅鹽，世界就將耶穌基督呢份聖誕嘅喜訊傳開去。在耶穌內，並在聖神的血。圣诞节过后，承建商继续加紧施工，希望在农历新年之前能够完成盐田的工程。这一日，建筑师 Anna 和其他支援人员再次来到盐田工地，确定最后的施工细节。硬一定够啊，好实噶。我哋呢度成三浸噶，因为我哋系铺咗石头之后先揾啲泥洗啦嘛。揾啲灰沙洗出嚟噶，我哋訂咗三塊嗰啲黑膠紙噶啦，就係4號、5號、6號，嚇6號係堆鹽嗰位，5號係刮鹽嗰位啊嘛，其實4號已經係曬緊噶嘛，呢度嘛，呢度係4號，係啦。但係買嗰啲黑膠布咧，有冇一幅過咁大？定係要大家有自由啊？一幅過，嗰個一個難度就喺呢度啦。所以我哋喺大陸嗰度咧就已經燒埋嘅，落嚟係一幅嘅。啊，一幅過咁啊，鋪咗面啦。咁又好多。Exactly 係個尺寸嘅。我都以為咧好簡單，如果嗰陣時我收地盤係咁噶嘛，我都話做幾個池仔好簡單啫，話原來唔係嗰樣嘢嚟。即係用第二個角度睇就幾個水凼啫嘛。冇錯。有咩嘢啫？原來個哇個底鋪幾多嘢喺度啊！下邊底埋咗好多嘢喺度啊！我見唔到嘅。三和堂，咁佢叫做新屋、老屋同埋呢個呢邊係老屋嚟嘅。呢個新屋。新屋嚟㗎。2014年農曆新年過後，鹽田子村迎接今年嘅第一件大事。係呢間就我祖屋。你喺度住過㗎啦嘛？住過，細個嘅時候喺呢度出世啊嘛。懷仁居，懷仁居就係我老豆個名，陳懷仁啊嘛。陳懷仁，咁啊，跟住入嚟啊。經歷將近半年嘅施工，村長嘅祖屋終於復修完成。今日佢哋全家各個兄弟姊妹約好咗一齊翻到鹽田寺慶祝祖屋完工入伙。
為客人做講解的是而家定居英國的大哥陳少華。一百年歷史經典過做啲有嘅，一百年歷史嘅呢、這個超過一百年啦，呢啲樓梯就，但仲用得喎。係啊，咁而家嗰啲梁咧，大部分咧都係用得翻嘅，經過一百年嘅啦，已經超過一百年嘅啦。即、就、係、是、我阿爺嗰之前嗰代人嘅，始終我哋都係叫咩啊？落葉歸根啊，即係我哋能力啊範圍應付得到，我哋六兄弟姊妹就夾錢就維修呢間屋咁樣。其實我哋個心想嘅最主要用途咧，就係我哋第一兄弟姊妹啊，或者好至親嗰啲朋友啦，想過嚟呢度住翻一兩晚啊，懷舊啊之類此類都可以喺呢度住，因為而家上邊有埋被鋪喺嗰度啦，已經可以隨時上邊瞓得十個八個人噶啦。一入我依個，一二三。六兄弟姊妹，而家三個定居英國，三個留喺香港。今日全家一齊參加祖屋嘅入伙儀式，可以話係非常難得。另外，村長仲請咗副主教嚟幫佢哋嘅祖屋祝聖。阿大佬啊，一齊。阿邊嚟？你係大佬啊？邊係最大？最細係佢，最細係佢。你介紹下你屋企人先。叫曬屋企人啊？六兄弟姊妹，你意思？兄弟姊妹先。兄弟姊妹啊，家姐。邊個最大嘅你哋？啊！我家姐最大，大家姐跟住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我最細，第六係嘛？哦，咁好。咁我哋相信天主啊！咁你一齊用一啲經文開始先，打開呢個卡裏邊嘅。父我在者，要撥我去，應其天主，給我哋時候，阿門。其實幾十年前咧，你哋父母都係念呢啲經文啦，嗬。今日四月一號咧，好特別，中原特別多感受嘛。你講講，有啱咪有啱，唔好啊！唔可以，感動啫，係好嘅。咁全部啲兄弟姊妹翻嚟咧，又可以睇住自己間祖屋可以復修翻，唔會俾佢再冧。呢一樣嘢咧已經講曬全部嘢啦，可以持續到我哋啲後一代啊。有個懷念翻自己阿爺、阿公，或者係將來嗰啲後生嘅翻嚟，都起碼有個叫做根。农历新年过后，盐田工程亦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工人正加紧完成最后的围驳修葺。按照计划，半个月之后，工程就要交俾建筑师验收，同埋交俾村民使用。另外，承建商利用之前新年假期的空档，在两个结晶池上边铺了胶布。嘗試進行真正的鹽結晶實驗。為了接收鹽田，鹽光保育中心請了兩位鹽工。今天是他們第一天上班，工程主管專門向他們講解工程設計的原理。水就可以自然入水。這個是儲水池，第一個儲鹹水的儲水池。咁咧，嗰度有個水閘嘅。咁如果佢啲水潮漲咧，你打開個閘咧，佢啲水會自然走入嚟嘅。啊，呢個鹽刮。係。咁佢譬如啦，咁你當佢有鹽出啦，你將啲水推上去。咁你到時咧，啲鹽會停咗喺樹啊嘛。咁佢啲水會流翻走嘅。呢啲啊？係。嗱，會嗰個刮。啊，呢啲鹽嚟㗎啦。嗱。似屋企我食緊嗰只。使唔使試一試啊？呢個鹽啊，啲鹽啊，怕啊，係啊，鹽嚟嘅，所以咧係其實做鹽咧，其實講個天時都好重要嘅。嗱，呢啲正式鹽啦，嗱，你推埋之後咧，即係譬如你咁樣推，即係攞個刮啊咁推，嗱，佢啲水咪會流翻走咯，咁你會剩翻啲渣啦，咁你將佢刮咗出去啦，即係完成噶啦，嗱。
田工程进入尾声，成圣之路的遗址工程亦紧随其后。今日工人要为遗址装上一个完全用钢铁铸造的大型十字架。另一边，一条木楼梯将会沿山坡修建。完成之后，朝圣的游人将可以先从高处俯览整个纪念圣人的空间，然后再从楼梯十级而下进入遗址现场。不过，整个遗址入面最关键的部分，今日先至运抵小岛。呢个系用青斗石按照真人大小雕刻制作的圣福若瑟石像。由于重量超过一吨，需要用专船运载，仲要由几个人负责搬运。呢座圣福若瑟石像将会安放在成圣之路的遗址上边，俾朝圣者瞻仰。呢位后来远赴中国山东，并长眠异乡的传教士，仿佛在离开故地140多年之后，今日又重新回到嚟盐田寺呢个佢曾经短暂停留嘅旧地。经历了整整一年的施工，盐田工程终于可以验收了。工程顾问连同村民代表这一日一起来到盐田工地，检查工程的各项细节和质量。一边就是过一路过，一边就是清洗的时候用的，这个就是清洗的时候用的，所以你看它会低一点，等它放清洗可以。一个就是直接过四小时的，一个就是落卤水缸的。咁阿弟，你開滤水缸嗰个。嗰啲水系咪缸？系啦，嗰啲瓦缸嚟嘅。你认未？好得，得翻嚟啊！就呢度，即系都明咧，嗰啲水由呢一个 level 咁流走啦。但呢个卒嘅设计点可以系 fit 到佢多啲咧？呢个系现场要揾刀批噶啦。即係每次攞啲新汁翻嚟，我哋都要揾人執㗎啦。係啊，因為冇一個呢個唔係一個大量生產嘅產品嚟㗎嘛。唔係嗰個標準，你工程嗰度要諗㗎嘛。即係呢度咧，窩落去冇問題，我覺得常識上冇問題㗎。但你一下咧就已經係拒絕咗啦。因為常識上有問題，嗰個唔可以積水。佢做嘅目的都係唔想積水啫。嗱，現在係唔係呢度積咗水㗎啦？我唔明白，我睇唔到冇積水。无论对于村民、工程顾问以至承建商来讲，今次盐田工程都是一次崭新的尝试，不少问题看起来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然后呢，你就回去跟你们写字楼谈一谈，看看你几时可以做得到。5月4日他们开大会之前呢，我们一定要疏通到这些东西。就算你做不切不要緊，但是起碼你都書面上有個解釋，有個交代，好嗎？踏入四月，鹽田寺文物館的重整優化計劃亦都接近尾聲。一直協助計劃的兩位超級義工，中文大学的林馆长和科技大学的张教授，今日再次来到盐田寺为文物馆安装一些全新的布置。林馆长又为文物馆设计了一批统一的挂饰、标志，
令剪室看起上嚟更醒目，更有条理。另外，林馆长更加为重新布置的文物馆设计了一个动人的标语，两千年文化传承。咁就我覺得就係文室要有個目標，有個中間嘅我哋叫做係 vision 或者 mission。咁我覺得就係即係有時配合一個係考古發現啊、文化調查咁樣咧，我覺得就兩千年嘅文化嘅傳承咧係比較適當嘅。林館長提到嘅考古發現，就係前一年喺村入面發現嘅東漢圖片。呢啲圖片證明東漢時期曾經有居民喺鹽田子一帶生活過。咁就東漢同埋到到係乾隆中間係好似似乎有咗斷層，但係都唔係嘅。即係我哋喺呢個文物館入邊咧，睇到好多嗰啲農具啊、家具啊、做家私嘅方法啊、編織嗰個係竹籃嘅方法啊，或者耕田所使用嘅器具咧，都同中原咧即係。由漢朝以來、宋朝以來、明朝以來所用的方法、用的一個工具咧，一脈相承咁樣流傳到落嚟。咁所以我覺得係兩千年的文化承傳咧，係實至名歸嘅。文物館重整的最後一道工序，就是要為所有的展品搭建一個展台。矮矮的一级台阶，并没有增加参观者和展品的距离，但是同时就能够将各种平凡普通的物品，一转眼间变成具有特殊价值的展品。重新布置过的文物馆，多了一种展览的格调，但是又不失乡村的亲切。4月15日是圣福若瑟的生日，陈志明副主教带了几个在香港居住的奥地利客人来到盐田子参观，又专程来到仍然在最后赶工的成圣之路工地。对于这些客人来说，这里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圣福若瑟的家乡就是在奥地利。It's just wonderful to see.The other side of Hong Kong, which is most of the time finance and money and speed. But here, you have the equilibrium, you have the harmony, you have the peacefulness. 啱啱安装好的圣福若瑟石像是这次参观的重点。副主教又亲自为石像举行祝福礼。100多年前，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年轻神父隻身来到香港这个偏僻的村落。100多年后，这些同样来自神父家乡的奥地利人看到的是本地村民对他们同乡的礼遇。And if I look at the old chapel, which is currently being renovated, and how much heart and blood and sweat is given by the local people.To develop something with their bare hands. And I understand they are all working for free. They are not being paid. It's really wonderful to discover this side of Hong Kong and to see there's so much love for the area here.5月又是盐田子天主堂一年一度的主保瞻礼日。一如既往，村委安排了免费的渡船接载村民和教友由西贡来到小岛参加这个年度盛事。副主教亦都一定抽时间为村民主持今日的弥撒。不过在弥撒之前，副主教要为啱啱完工的盐田举行祝福礼。请你们
清謝上主。喺舊年三月嘅十七號咧，就係呢個鹽田地方舉行一個復修鹽田嘅一個嘅儀式。經過一年幾之後咧，喺上個月嘅時間，工程方面已經正式移交俾翻呢一個嘅鹽崗保育中心呢個有限公司。咁喺今日呢一個嘅鹽田仔嘅瞻禮裏邊咧，我哋舉行呢個嘅祝福鹽田。咁大致上咧已經可以話係復修咗，但係仲有啲嘅好多要跟進。不過喺今日一啲好時刻咧，咁我哋覺得舉行呢一個祝福嘅鹽田咧，特別因為落雨添，更加象徵天主嘅恩寵。咁讓我哋一齊聆聽上主嘅話先。攻讀聖馬豆福音。你哋係地上嘅鹽，鹽如果失咗味，可以用乜嘢再世去鹹呢？佢會再毫無用途，只好拋喺外邊，任人踐踏啦。你哋係世界嘅光，建喺山上面嘅城係唔能夠隱藏噶。人點燈唔係要放喺斗底之下，而要放喺燈台之上，要照耀屋中所有嘅人。咁樣，你哋嘅光亦都要當喺人前照耀，好使佢哋睇見你哋嘅善行，光耀你哋在天之父。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多谢周神父咧，系耶稣会士吓。请为盐田复修工作祈祷，求主使盐田复修工作顺利，能有效发挥地盐世光的使命，导引人找到生命之源的天主。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呼听我。請為在場的參與者祈禱。我們今天見證了鹽田復修工作，求主幫助我們做。全能永生的天主聖父，求你降福這個新的鹽田，使來參觀的人能夠藉著鹽的生產認識到你的聖旨，為我們作為地鹽世光的使命，而在生活裏面散發出基督徒的氣質，並求你降福鹽田的工作的職員、村民都能夠皆同你的聖旨為福傳義共同努力，願主基督在眾人心中能夠永作導師，祂同埋你及聖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願景是大自然很重要的，或者你從各方面的自然，就是說一切的東西來自天主所做的嘛，其實都可以通過這個自然界接觸天主，接觸神的嘛。我覺得香港不是很多大自然讓我們接觸到，而那條村是我有份的，是我的鄉下來的，我何時去都可以。起碼你可以見到呢啲個舊影屋咧，又好似阿峰哥嗰個，每一間都可以做到阿峰哥。唔好話100%又好，80%咧，我已經70-80% 咁嘅嘢咧，我已經好
己好安慰。除了我哋呢種咁嘅物質嘅追求，現代生活方式啊，嗰種單一嘅價值之外，其實存在好多好多另類嘅可能性嘅。喺鹽田寺咧，啊，我哋可以去接觸得到呢啲另類嘅生活、另類嘅價值。所以我哋又希望咧，喺咁嘅環境咧，又可以使到唔同理念嘅人啊，唔同宗教理念嘅人可以有和諧嘅生活，唔會話一話你唔啱我唔啱，誒乜嘢乜嘢唔對，就唔好嗰啲。我哋好多嘢都可以合作，可以一共同嘅行一條方向。希望未来是一个灵性教育的一个宝地，是让地周末如果可以平时是可以恢复心灵那种调息的一个地方。